15岁辍学经商，18岁进入销售市场一线，通过向世界一流心理学大师、成功学大师、灵性大师学习，20岁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千万富翁之一金克成，亚洲顶尖行销大师和成交大师，中国公众演说成交第一人，曾任海南巅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网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阅览国际全球教育总监，现任重庆建安建设集团咨询顾问、广东太阳神集团直销总部商学院院长。他是培训界销售实战的代表，因其卓越的销售天才、惊人的学习能力和超人的融合能力，在其数千例一对一销售和近千场公众演说销售中，现场成交达80%。他也是培训销售实战冠军的代表。多年来，金克成老师帮助了数万人在一对一销售中成交率提升1到3倍，帮助了上千人在公众演说销售中达到50%以上成交率，多家知名企业因其设计的销售脚本而业绩倍增，被众多学员和企业誉为中国公众演说成交第一人。2003年，受名师指引，倾注全部精力，潜心于生命潜能的开发，将中国的传统哲学智慧及西方心理学的精华融为一体，开发出一套适用于中国人的成长之道。其金牌课程《3天练就金口才》，金牌销售工作坊《生命成长工作坊》，领导人特训营大受欢迎。著有《迈向巅峰》《3天练就金口才》《隐藏的智慧》《金牌销售》《成功加速器》《回到基本点》《成功的洞见》《直销的王道》等书，被《打工风云》《永州骄子》《湖南人才信息报》《中国人才信息报》等媒体誉为“中国的卡耐基”。觉得你很重要的话，你就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别人对你的看法，所以你就会力求做得更好，是还是不是？是。教练叫你马上上，你就必须马上上，而且必须马上拉出最好的状态，是还是不是？是。只有你马上拉出了最好的状态，你的教练才会赏识你。为什么在家里可以讲，在课堂上不可以讲呢？是因为你觉得不正常，所以就不正常了。各位，如果你用心的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培训界的老师，有很多企业家，包括有很多政府的高官，都很善于讲故事。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学的更多的是什么？你说寓言里面的故事，是还是不是？各位，小故事大智慧，我们运用这些很小的故事，很贴近人的生活，往往会讲出什么很深奥的道理。各位好，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行销术。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讲我们最重要的一堂课程，叫大师的阶梯。什么是大师的阶梯？楼梯是不是有第一个台阶？是不是有第二个台阶？有没有第三个台阶？有没有第四个台阶？有没有人一下子从地上就迈到第十个台阶了？有没有？没有。说各位，我们要成为大师，有没有阶梯？各位有，就是从第一个阶梯到什么？第二个阶梯，再到什么？第三个阶梯，然后再到什么？第四个阶梯，再到什么？第五个阶梯。各位朋友，接下来我就是教大家如何成为顶尖的行销大师。他有一些阶梯，那么第一个阶梯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基本点。各位，回到基本点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各个朋友，假如我们一个人要生存下来，他有什么基本的要点呢？各位，有要吃饭，要睡觉。比吃饭睡觉还要基本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不吃饭不会马上死，你不睡觉不会马上死，你不喝水不会马上死，是什么？哎，非常好。人生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呼吸。一个人有没有生命力，就是要看他有没有呼吸。当他呼吸停止的时候，生命力还有没有？就没有了。所以呼吸是一个人生存下来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要点，是还是不是？是。那还有什么事情很重要呢？就是吃喝拉撒。各位，重不重要？你能吃能喝不能拉，有没有问题？那也会成为很大的问题。那人生能够生存下来最重要的这么点还有什么？哎，要不要躺下来？要不要？要不要坐？躺不下来的时候有没有问题了？不能坐下来有没有问题了？不能走路有没有问题了？这都是一个人生存下来所需要掌握的基本点，是还是不是？ OK。 如果你是一个职业的销售人员，你要做什么事情？请问每天销售吗？你每天需要练习销售的技巧，是还是不是？你每天需要分析客户的心理，是还是不是？你每天需要熟悉您所推荐的产品，是还是不是？这个产品应该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错了，应该是滚瓜烂熟的，是还是不是？为什么呢？你发现没有？那些职业的运动员，那些职业的歌手，那些职业的演员，他每天都会进行什么？进行训练，他每天都会做好这些基本点。各位，你觉得我讲的对吗？对。俗话说得好，叫唱不灵什么？一口。全部什么？一手。说的是什么？就是基本点。那么今天我们作为一个讲师，我们坐在站在台上的一个行销的讲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也会有一些基本点。那好了，我接下来跟大家讲六个基本点。第一个基本点，随时收集素材，各位，并且进行什么分门别类，然后形成你的资料库。你要演讲的话，你就要设置要不要有素材，要不要？但是如果平常你只有经历没有经验的话，会不会有素材？不会有。那这些素材是不是来自积累？各位朋友，水滴会石穿，但水滴石穿是不是一天的事情？是吧？是一天、一月、一年、十年，甚至一百年、五百年才可以做到的事情，对不对？对。同样的道理，我们要想让我们的演讲啊，能够盘征波影，能够纵贯古今，唯一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收集资料。各位是还是不是？是。收集资料的方法多不多？我建议大家多看看人民日报，它里面会有很多写标题啊、提纲啊，都写得特别好。你要善于去找那些主题，互联网的一些报道啊，你看别人主题是怎么写的，好的主题你可不可以把它摘抄下来，可以把它做成文件夹，可不可以？可以。好的内容可不可以呢？可以。你把它分门别类的全收集在一起，这一点这么重要。如果您对很多的资料进行收集，比如说商界的、政界的、文化界的、体育界的一些人，你有一些整理；一些地方的风土人情，你也有一些整理；某些行业的一些特点趋势，对不对？过去的啊，这个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都有什么一些记录；每一年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你有记录；国家的一些政策报告，你有记录。各位，等等等等的，你全部把它分门别类的话，请问？当你在演讲的时候，你需要设计演讲内容的时候，会不会非常的轻松？会。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您在设计演讲内容的时候，你首先确定你的演讲目的了，然后你的演讲框架也确定了，你需要找相关内容的时候，你可以从哪里找？通过哪里找？我要找李嘉诚互联网，百度一下咔出来了，可不可以？也是一种好方式。各位好了，这是第一个基本点。既然是基本点，是不是一个月才做一次？是不是一年才做一次？是不是一天才做一次？是什么时候做？发现有人讲话很经典，要不要记录下来？随时随刻的记录。
有人讲话很幽默，要不要背下来？有人介绍自我的方式很特别，要不要记下来？有人在台上处理一些应变情况特别好，要不要记下来？这所有的一切都要记下来，你才会怎么样？把它变成你的什么？你的资讯，你的经验。那接下来讲第二个基本点，研究设计。什么叫研究设计？各位，我们在设计我们的课件的时候，设计我们的课程的时候，要不要研究？我们可不可以随意？各位，那我们研究什么呢？我跟他谈谈一些面向。第一个面向，要研究国家的政策，要不要研究？要不要研究？你平常多研究，你才会了解这个国家，了解世界上的很多的国家，是还是不是？你只有了解国家的政策，你才会知道现在的人关心什么，因为政府会影响什么这个国家的经济的什么啊动向，对不对？所以你才能够在演讲的时候，你的观点才会精辟，才会准确，是不是？才能够一针见血。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要不要研究国家的政策？第二，要不要研究人类的心理？各位，男人的心理和女人是不是不一样？大人的心理和小孩的心理是不是不一样？成功的人和失败的人的心理是不是不一样？各位，离婚的人和结婚的人是不是不一样？被抛弃的人和抛弃别人的人心理是不是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呢？有暴力倾向的人是不是不一样？委曲求全的人是不是心理会不一样？各位，黑人和白人的心理是不是不一样？啊，中国每一个地区的人的心理是不是不一样？要不要研究？因为你在讲某一个案例，讲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把那个事情分析得很透彻。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在讲某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怎么样进行很深入的探讨，是还是不是？是。你发现有些人的演讲，他也从他的演讲的框架来讲是很好的，但总是感觉很空，为什么？没有血和肉，原因是什么？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没有进行深入探讨是因为什么？他对于群众的心理了不了解？不了解。所以只能他怎么样，像给你抓痒一样的抓一下，哎，好痒啊！抓一下，我好痒，好痒，好痒。为什么？没有抓到，越抓越痒。了解我的意思吗？哎，那第三点还要做什么？你可不可以研究行业的特点现状？可不可以？保险业可不可以？房地产业可不可以 ？IT 业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可以。所以平常在生活中对各行各业多一些关注，这样你在演讲的时候，你的什么？你的视野就怎么样？很广，你才能真正做到旁征博引。好了，接下来要不要讲社会趋势？各位，要不要讲？你看看，你会发现，啊，婚恋方式改变了，交友的方式改变了，购物的方式改变了，所有很多很多都改变了，这是不是社会的一种趋势？各位。但是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就不可能讲一些话题能够深入人心，因为你要切中别人的要害，就是要讲别人最关注的话题。可是什么才是别人最关注的话题呢？你坐井观天，怎么可能知道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各位，要研究社会趋势。那么接下来还要不要研究风土人情？要不要？要。要不要？要。各位，你像我们在农村里面和城市里面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好了，当你在讲到某一个案例的时候，你就可以分析城市和农村为什么不一样。各位，那当然还有时事焦点，要不要关心？都是你关心的对象。还有一些其他的主题，我就不一一来跟大家探讨了。这是第二点，你要研究。第三点，第三个基本点，精心策划。各位，为什么要精心策划？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这只是我的认为，可能不是大家的认为，可能这种认为对大家来讲是很牵强的，但我还是想说，认认真真做得到什么结果？认真做的结果。随便做得到什么结果？随便的结果。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我觉得出场方式要不要准备？要。你准备用什么样的方式出场呢？我们教了大家多少种啊？
八种出场的方式，用哪一种呢？我们要用什么的音乐出场呢？要不要选？穿什么样的服装呢？我们是讲一天还是讲两天讲三天的课程呢？是不是我们总是穿同样的服装呢？各位，上午穿什么，下午穿什么呢？第一天穿什么，第二天穿什么呢？我们要留什么样的发型呢？各位，要不要？我们的舞台背景要怎么布呢？要不要？各位，我们讲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的问好的动作是什么样的呢？所有的要不要进行精心的设计和策划？要不要？都是要经过精心的策划的。我告诉你，没有天才，只有地才。你不要被所谓的天才欺骗了。你今天把刘谦老师啊，这魔术界的这个啊大腕级的人物请到这个现场来，我现在就要求他给我演一个魔术。我希望他怎么演，把我手中这个话筒变没了。你觉得他能做到吗？他做不到。你为什么做不到？他要准备道具，是不是？他要精心设置跟客户、跟我们的听众对话的流程，是还是不是？要不要？什么时候放音乐？什么是远景？什么是近景？什么是特写？什么时候讲话？什么时候说？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各位。这所有一切全经过准备的，你知道吗？好了，我接着跟大家讲第四个致命点：认真的准备。认真的准备，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各位，第一点，体能的准备。如果您做三个小时甚至三天的演讲的话，我想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要求？有没有？有。那么在我们的演讲开始之前，我们需不需要保持很好的睡眠？要。保持很好的营养？要。要不要进行适当的锻炼？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才会处在最佳的状态，是还是不是？是。那我之前定好是在这一天录影的时候，是去年就定下来的。那感冒是在十多天前就发生了，因为啊，一会在广东，一会在山东，一会可能就在广西，跑的地方太多，就温差特别大。但是在这几天当中啊，我会寻求物理的治疗啊，我会用很多的方式来保持我什么，我身体的最佳状态。各位，这就是体能的准备。那第二，精神准备要不要？各位，精神要很饱满，这样你出现在我们的学员的面前的时候，你才会显得什么信心满怀，你才会显现出来作为一个老师应有的那种光芒，那种吸引力，你才会有感染力。各位是还是不是？是。一看你没精打采，就像三天没有吃饭了，别人欠了你的钱只是还了一张纸给你，请问你会吸引到你的听众吗？各位，精神准备重不重要？很重要。那么第三点，提前预演。各位，什么叫提前预演？我通常所采用的方式就是在我讲课之前，我一定会把我的提纲再重新怎么样，重新再整理一遍。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又熟悉了我要演讲的内容，力求做到对我演讲的内容滚瓜烂熟，特别是提纲的部分。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第三条是什么？这是在第一天晚上要做的事情。做完这个以后，我就开始怎么样休息了，好好的睡一觉，准备怎么样放松，精神准备好，身体准备好。第二天早上来以后，不看任何的资料，开始怎么样默写我的提纲，从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全默写出来。这样力求我在演讲过程中出现任何的状况、意外、空白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可以比较快速的反应出来。了解我的意思吗？ OK。 有可能在演讲的现场突然一个黑板没有的情况下，那个什么幻灯不能用了，有没有可能？演讲要不要继续？要继续。如果你能背下你的演讲提纲会怎么样？你就能够继续。我跟大家分享，在我的课程里面 90% 的课程我都可以背下我全部的演讲提纲。各位你知道吗？这不代表说你这个人没有智慧没有才华，
你需要持之以备，而是一种对待职业的专业的态度。各位你们同意吗？同意。 OK， 那么第四点就是讲后修正。各位，什么是讲后修正？就是当你讲完以后，你在讲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哪些地方没有讲好，哪些地方需要内容做一些调整，哪些地方需要加，哪些地方需要减。各位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哪些地方怎样去表达会更有力度，哪些地方表达会更有幽默感，哪些地方表达会让别人觉得更轻松，哪些地方让表达会让别人更兴奋，会不会在演讲的过程中得到新的体会和经验？会。回到家里面去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干嘛？把你的题干拉出来重新再修理，在某一个细节的地方再怎么样重新整合。各位你觉得这个建议好不好？好。第五点就是定期练习。任何一堂课程你讲的再精彩，你再熟练，一个月不讲以后可能就遗忘了。你们同意我的观点吗？同意。所以不管你讲不讲，定期有没有安排，你需不需要定期的练习？要不要？需要定期的练习。第六项，专项训练。各位朋友，什么是专项训练？就是你发现你在演讲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短板。比如说就我而言，各位，就我而言的话，我会有很多很多的经历。比如以前我不会唱歌，我不会跳舞，但是有一点我会不断的去修正我的短板。比如说我不会唱歌，那我就会去练习唱歌。我不会跳舞，我干嘛？练习跳舞。如果普通话不标准，那我会去练习普通话。那我不懂音乐，我就会去学习乐理。其实您之前十年前见到的我会跟今天是有几百倍以上的差距，这不是夸张的说法。各位有机会你可以看到我早期的照片是什么的样子。各位，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不断的什么啊，补我的短板。各位，你到底是哪个地方差一点点，你就去进行专门的训练，或者找专业的老师来怎么样来帮助你有什么弥补这样的一个缺陷。各位，这就是我跟大家讲到的回到基本点的六个基本要点。第五个基本点，融入生活。各位，为什么要融入生活呢？我要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探讨。第一，叫体验生活，或者说体验你的演讲的主题里面的内容。各位，你发现有很多的画家他经常会做什么动作？哎，去写生。那很多歌手他会去做什么事情？体验生活。那些作家他会做什么？去经历某些他想写的主题。至少他写某个主题的时候，他会去了解那个群体的生活。上海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他才有可能把他想写的主题、想讲的主题刻画的比较的真实，比较的有深度、有广度啊，或者说有厚度。各位是还是不是？金牌课程我喜欢，金牌课程我喜欢，我喜欢金牌课程，我喜欢金牌课程，我喜欢金牌课程，我非常呢喜欢金牌课程。三天练就金口才，会讲会复制会创新会成交，耶、yeah!通过三天来的学习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看到了自己和大师之间的差距，看到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在课程的授课的过程当中，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一个好的老师不仅仅是把你所讲的内容讲出来，而是要让你所有的听众能够听到你真正所要表达的内容，并且让他们能够理解运用到生活当中去。那我觉得金老师的金牌课程当中的三天练就金口才最大的区别是很通俗易懂，很容易让我们理解，很生活化，并且在运用起来很实战，很容易操作。我相信通过三天练就金口才的培训以后，会让我自己在舞台的魅力更加的展现出来。感谢金老师，感谢金老师的金牌课程，谢谢。那么第二点就是尽可能的用生活化的方式来表达。各位，我通常不建议我的学员他
他的演讲洋洋数万言，行云流水，啊，海阔天空，啊，全是堆积什么辞藻，听起来很华丽，演讲也是激情澎湃，啊，高潮迭起。但我告诉你，这个叫什么？绣花枕头，中看怎么样？不中用。我们很多时候的演讲，不仅仅是想要给我们的听众带来很愉悦的语言节奏的美的感受，那个只是表现术里面的很少的一部分。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更重要的是，你所讲的内容他有没有认同？你所讲的内容是不是他能够更好的认同？那你的表达是不是很重要？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用生活化的方式来表达。各位，赵本山先生为什么会成为春晚的不可缺少的嘉宾？他为什么会连续这么多年蝉联小品王的位置？各位，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表演的主题是生活化的，他的表演的风格是怎么样的？生活化的。所以用很多人的评价来讲，他是农民艺术家，他是来自于农民的家庭，他曾经是在农村生活，所以他能够什么，把很多的社会底层的或者说某一些主题演绎的怎么样，很真实。你发现没有？那为什么有很多科班出身的？为什么有很多出生在大城市里面的？当然这不是我的一种偏见，不是因为我是农村里面的孩子，我就说城市里面的人啊，比农村的里面的人要逊色，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是想表达一个种什么样的理念，就是说有很多人能够更好的把生活讲出来。各位，他能够讲到你心里面去，能够入木三分，这就是因为他尽可能用了生活化的演讲。那用通俗化的话，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就是两个字，通俗。各位，接着我跟大家讲第六个基本点，只讲自己能够感悟到和做到的事情。各位，因为我始终是这样认为，教自己所做的，做什么？自己所教的。如果你都没有成功过，你怎么样教别人成功的方法了？各位，是不是？一个没有炒过股票的人教你去炒股，一个不会开车的人教你去开车，一个男人教你如何去接生，这不是很大的讽刺吗？各位，你觉得是不是问题？那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你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你去讲相关的主题，第一很生疏，那别人感觉是门外汉；第二，你可能是漏洞百出，是还是不是？第三，你讲的时候是用怀疑的方式去讲的，因为你心里有没有底？你没有底。所以你呈现出来的外在就怎么样，就不会显得很有自信。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说各位，不要因为某一个观点，不要因为某一件事情很好，你就去讲它。当然，除非是比如说老师跟你讲一件事情，讲某一种表达术很好，过去你真的没有做到的，但是你通过老师的课程你学到了，你感悟到了，可不可以讲？可以。对，成长也是一种什么感悟和做到，是还是不是？不一定说您在外面拼搏的时候，您在事业上获得成功，那就是一种什么？一种做到。在生活很多的领域，只要您做到的或者您感悟到的事情，成为大师的第二个阶梯，形象定位。各位，形象定位，首先我们要来看看外在的形象定位。各位，在你还没有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之前，首先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让自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的形象。各位，在你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师之前，首先你要把你自己打扮成什么？一个大师的样子。外在的形象会不会影响到你对你内在的评价？你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去理个发，对不对？
刮刮胡须，然后呢做做面膜，你发现怎么样？感觉好多了。是不是您外在的形象的改变影响到你内在的看法了？是还是不是？各位，如果说你说你是一个成功人士，一个职业的销售人员，一个职业的讲师，假如你的外在的形象给人感觉就是不伦不类的，请问别人会信赖你吗？各位，你的才华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可以展现出来的，你的观点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别人才可以了解的，你也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随时可以进行演讲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随时随刻别人可以透过你的光盘，透过跟你的会面，在第一时间就了解到你这个人的，是还是不是？是。那就是什么？你这个人的形象，你的外在的形象。要不要调整我们的形象？第一步，回去以后给你的外在形象设计一下，穿上职业的服装，让自己显得像一个讲师，好不好？ OK， 这是外在的形象，那我就一带而过了。我着重跟大家讲一讲内在的形象定位。各位朋友，一个人在他还没有成功之前，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自己当成成功人士看待。一个人在他还不是很重要之前，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当成很重要的人来看待。各位，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只有你重视你自己的时候，别人才会重视你。我曾经在我很多班的学员当中，有些学员给我感叹，他说，老师啊，为什么我们的学员，我们经常在一起参加课程聚会以后，我们下一次见面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呢？他也想不出来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哪一班参加过你的课程呢？我说，我要讲实话吗？那你讲。我说，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存在过，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为什么没有存在过？那是因为你觉得你不重要，你把你只躲在一个角落里面，不想被人看见，是还是不是？所以当你参加课程的时候，你坐在最后一排，当别人在吃饭的时候，你一个人偷偷摸摸在吃饭，当别人在聚会的时候，哎，你在睡觉。各位，当老师在台上要你互动的时候，你没有讲话，你为什么不讲？因为你觉得你不重要，有你参与没有你参与怎么样？没有关系。这是你的一种心理定位，因为你觉得你不重要，所以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不重要。各位，你很少去跟你父母聊天，你很少参与你家庭里的讨论，在学校里面你很少发言，你嫁了老公以后你也从来不讲你的心里话，你也不提你的主张，你在人群当中就是怎么样，隐形的。各位，为什么别人不尊重你？为什么别人对你不屑一顾？所有所有的原因在谁的身上？在你自己的身上。因为你觉得你不重要，所以别人觉得你不重要，是还是不是？是。各位，如果今天我来了这个地方参加某一场研讨会，我是嘉宾，他让我坐到最后一排，请问我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既然我是你的嘉宾，你为什么不重视我？你为什么让我坐到最后一排？那我不干了，我走了。如果你不让我发表演讲，我愿不愿意？我不愿意。不是因为我很小气，因为我觉得我是很重要的，既然我出席很重要的场所，那么我一定要被当作重要的人来对待，是还是不是？是。如果今天我不提出来，下一次所有的人都会用冷漠的态度来对待我，你说有没有道理？有。说各位，尊重自己会让你拥有保护自己的界限，会让更多的人更加的尊重你，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有。所以很多人从来没有意识到内在的形象定位是很重要的。各位，在你还没有成功之前，先把你当作成功人士来对待，在你还没有成为重要的人之前，先让你觉得你是一个重要的人。各位，成龙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重要的人，所以他不用替身，所以很多高难的动作他会亲自来做，原因是什么？他希望呈现在听众观众的面前是一些很精彩的画面。各位，是因为他很在意他的形象，是还是不是？是。各位，我在湖南卫视会看到有一些节目，比如说高空跳伞，那很多冒险的一些事情，请问对于那些人来讲是不是一种恐惧？各位，是。但是为什么他们敢于尝试？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拿到爱心基金吗？不是的，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在观看他的节目，如果他不去做这一步尝试，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形象？会不会？
会，因为他觉得他是重要的，所以他会毫无犹豫地跳下去。各位，你说是还是不是？是。发现没有？不是你会不会，不是你能不能，不是有没有人教你重要的正确的方法，而是因为你有没有把你当成重要的人士来看待。如果你觉得你很重要的话，你就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别人对你的看法，所以你就会力求做得更好，是还是不是？是。各位，如果您觉得你重要，你就会在这条路上做很精心的准备，别人准备一天的时间，你会准备十天的时间来做一场演讲，有没有道理？有。别人提前预演一遍，你可以提前预演三遍，有没有道理？有。在做完演讲以后，别人修正一次，你可以修正五次，你觉得是不是会更好？是。这所有的一切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是一个重要的人。各位，这就是我成为重要的人，成为成功人士的秘诀。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好。接下来我跟大家讲成为大师的第三个阶梯，就是风格的形成。风格就是说我们的演讲的风格。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一方面的内容，我们的主要的风格是什么。各位，每一个人的演讲都有一种主要的风格。那我们先来谈谈风格的分类。我把风格分成四类，一种是比较激情四射的，热情澎湃的，一上台以后，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好，然后整从贯穿始终，啊，就向后啪啪啪啪啪，在干嘛？跳。讲到最后声嘶力竭不动了，没有说什么不好。你去听一个歌曲的时候，你不会听到一个人演唱总是高声，会不会？只是在副歌的部分，你发现没有，才会有高潮。前面怎么样？都很低，是不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酝酿，才会把它推到一个高潮。各位有发现我的讲课是不是这样的？逐渐逐渐的推向一个高潮，在结束的时候要把它推向一个最高潮，那怎么样才让每一位伙伴带着饱满的情绪回到家里面，是不是？ 是。所以这是一种风格啊，激情型的。还有一种风格是怎么样的？平和型的。我发现我们的曾仕强老师呢，他的风格就很好，他通常的演讲是平和型的，再加上什么幽默型。平和听起来和风细雨，怎么样？很亲切啊，很容易理解演讲的内容。但是如果一直很平和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怎么样？想睡觉。所以呢，他的演讲又很什么幽默风趣，让人又很放松。他这两种风格一结合在一起以后，是不是很完美？对，很完美。那还有一种风格就是很深情型的，那种催眠的时候会用的啊，很低沉，是吧？讲一些悲伤的事情也好，都会用到什么这一种的演讲风格，把调压得很低，声音压得很低，语速放得很慢，这叫深情型的演讲风格。各位，那么在四种风格当中，我们一定有一种风格是我们最主要的风格。我在早期的培训的时候，最主要的风格是什么？激情型。现在各位，你觉得我是哪一种类型啊？但是我一定有一种主要的风格是什么？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平和的。各位，你们发现啊，只是在某些时候我会什么变得深情，在某些时候我会变得激情，在某些时候怎么样变得幽默，这些是什么？都是我精心怎么样设置过的。好，这是四种风格的分类。那么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当下是找到什么？找到我们主要的风格是什么，主风格是什么？是激情的、深情的，还是幽默的，还是平和的？找到主要风格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修正我们的短板，能够补充一下什么其他的风格进来。好了，找到我们主风格以后，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个动作，找到你的模仿对象。各位，你发现有很多的歌手在他刚刚出道的时候，他有没有风格？有没有？你会听说很多人说我模仿齐秦，齐秦模仿谁？在流行风当中，通常是内陆模仿港台，港台模仿什么日韩，日韩模仿什么欧美。那么同样的道理，在培训界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大部分的人是先模仿什么台湾人，台湾人模仿哪里？日本和美国。我去了台湾，
去演讲的时候，我发现在大陆很多的知名老师在台湾买不到他一本书，买不到他一套光盘。是不是因为这些人就不行呢？不是的，而是说明在台湾日本人和美国人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每一个人都会有个模仿的对象。各位，那你是模仿哪一种风格呢？找到模仿对象以后，开始做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毫无保留的、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模仿。各位，你的风格还没有形成，你要发挥你过人的魅力，难不难？很难。所以我告诉大家，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个老师站到台上，他是怎么样做肢体语言的，他的语言是怎么表达的，他的内容是怎么样的，他每一个标点符号你可不可以背下来？可以。甚至连他的着装你都可以怎么样完全的模仿，好不好？好。可以。你们发现在去年有一部电影非常走红，叫什么？让子弹飞。其中周润发有一个替身是我们湖南常德的，应该是湖南常德某一个地方的。他从外形到长相到谈吐都怎么样像极了周润发。在让子弹飞中，因为拍摄他的什么配角走红了，原因是什么？他长期以来的完全模仿。各位，所以你模仿谁就有可能什么成为谁。那到后期以后，你会发现这些歌手也好，演员也好，慢慢就开始有了什么，有了自己的风格。其实培训师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可能会参加很多很多老师的课程，比如说我会学过完形的课程、贴的课程、催眠的课程、家族治疗的课程等等很多很多。我会不会有我的风格？我不能有我的风格，我也没有自己的风格，是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课时间的这种这个培训时间越多，培训的课程越多，接触的人越多，生命的阅历越丰富，慢慢的怎么样，我就开始形成我的品牌课程啊，像什么三千炼就金口才啊、金牌销售啊等等，很多生命成长工作坊啊，各位会有很多很多的核心的课程。这些课程只要一听以后就是金课程的，而且别人模仿起来以后总是没有办法超越。原因是什么？这课程是我的，是属于我的生命的，了解我的意思吗？金牌课程我喜欢，金牌课程我喜欢，我喜欢金牌课程，我喜欢金牌课程，我喜欢金牌课程，我非常呢喜欢金牌课程。三天练就金口才，会想会复制会创新会成功，耶、yeah!今天呢很开心能够参加金老师这样三天的课程。那我觉得金老师的课程呢非常的实战，而且实践性非常的强，而且听完以后学完以后能够快速的能够应用到很快能够就说让我们在舞台的演讲风格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和完善。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作为一个优秀的讲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版本。非常感谢金老师给我们的点拨和帮助。要用自己的风格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要做到完美的练习。各位，这个概念我已经不是一次的提到了，我想再一次跟大家介绍一个对象。这个人是 NBA 的一个人，他的绰号叫大将军，但是所有的媒体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林峰先生。各位，你知道林峰是什么吗？就是说在他的早期的职业生涯的早期，他的得分是什么？是零。他的篮板是多少？是零。他的助攻是什么？是零。他的出场时间是多少？是零。他的抢断是什么？是零。他的盖帽是多少？是零。他所有的数据都是什么？都是零。但是他有没有因此而放弃？他有没有因此而沮丧？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每天在不停不停的训练。所以有一天他逮到了机会，主力受伤了，替补变成了主力，他变成了替补。在有限的上场时间里面，他有了很上乘的发挥，然后呢逐渐由替补变成什么？主力。
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了大牌。所以很多人送他雅号是林峰先生。我们在现在换一种情形来分析一下，假如他没有机会的时候，他是替补的替补的替补的，就是给人提鞋的提行李的那种人。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觉得我没有机会，他不去训练不去练习，但有一天教练说主力受伤了，来过来参加比赛，教练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要去准备准备一下。如果你跟教练这样的回应，你还会不会有机会？教练叫你马上上，你就必须马上上，而且必须马上拉出最好的状态，是还是不是？是。只有你马上拉出了最好的状态，你的教练才会赏识你，因为他欣赏有准备的人。 NBA 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职业的联盟，把它引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各位朋友，像超级女生、快乐男生这样的 PK 每一天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各位，你跟你的同事在 PK，你恋爱的时候跟你的情敌在 PK， 是还是不是？你办公室的时候跟你的竞争对手在 PK， 是还是不是？各位，你人生的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都在跟你身边的 PK。 如果你没有精心的准备，这种准备就来自于什么？完美的练习，你怎么可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各位，所以我跟大家建议，要想用自己的风格，这第四个方向是什么？要有完美的练习。那么接下来再讲下一点，我们必须要用生命去演讲。什么叫用生命去演讲？我的认为是这样的，可以理解成是一种职业的精神。各位，你发现在 NBA 的联盟里面，或者那些跳水运动员，他们是一天的训练还是一个月的训练？他是一年的、十年的、二十年的、三十年的如一日的训练。各位，当他们在打篮球的时候，为了某一个球，他会怎么样？会跳起来，甚至身体撞在栏杆上，甚至撞在什么地板上，甚至飞身就一球怎么样跳到了观众室里面。各位，难度大不大？风险大不大？就是为了救一个球，不要出界。这说明一种什么问题？他们是在用生命打篮球，他们很敬业，是还是不是？各位，我很多时候去很多地方演讲，很多人会给我递上水，我通常那杯水放在那个地方，演讲前是一瓶，演讲结束以后还是多少？还是一瓶。很多人说老师您不口渴吗？我说我忘记了。为什么忘记了？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为我所有的学员负责任，我应该为我自己负责任，我应该为我的演讲负责任。各位，第二，我们应该去享受我们的演讲。各位，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前面是一种职业精神，后面是一种享受。你像很多歌手，他在演绎一首歌曲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他仿佛就把他的生命经验，把他对生命、对各方面的音乐主题的理解融入到哪里去了？融入到他的歌唱里面去，所以那首歌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什么一部分。比如说最近有首歌很红，是我们的汪峰所唱的，叫《春天里》，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歌被两个农民工旭日阳刚组合光着膀子唱红了，不是说他以前不红，他以前也很红，是因为两个农民他们的生命的历程跟这首歌的意境什么呀很像。他演绎出来以后是用什么在演绎的？我认为是用生命在演绎的。那么同样，如果你要走向这个讲台的话，我跟大家的一个提议是要享受你的演讲。那么接下来讲成为大师的第四个阶梯。第四个阶梯是什么？觉察与控制。各位，觉是觉醒的觉，察是观察的察，控制。那么首先我们来讲一讲什么是觉察。各位，觉察就是你知道你这一刻在做什么，你知道你这一刻是在说话，你声音的大或者小了，高或者低了，你的气息有没有饱满。各位，你讲话的时候有没有完整，你讲话的时候有没有人在听。各位，这个叫什么？叫觉察。当你在演讲的时候，你没有觉察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你是失控的，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各位，
当你在觉察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是怎么样动作的，你生命的速度是怎么样的，观众是什么样反应的。跳出来看，你变成一个第三者。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是你了，有一个人仿佛在看着你如何演讲，那个人就是你。你看着你在演讲，你会发现你的盲点，会不会发现？你会发现你在演讲当中的缺陷，会不会发现？发现以后你能不能找到，能不能修正？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说一个好的老师一定能跳出来看他的演讲，看他是如何演讲的，这就是觉察。那么接下来我再讲一讲我们觉察的面向到底有哪些。第一方面，你要去注意你有没有在用表现术。左边的观众有没有去跟他互动，有没有去调动他参与你的演讲？中间的观众有没有跟他去互动？右边的观众有没有跟他互动？你们之间有没有眼神的交流？眼神交流时间是不是太短，还是眼神交流时间太长？要不要去注意觉察？各位，那个谁注意你没有集中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当你观察了这个现象以后，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把它怎么样调整过来，对不对？为什么有些人的演讲可以让听众跟着走，而有些人的演讲让他跟着听众走了？是因为他没有去觉察。各位，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肢体语言是怎么样的，速度有没有过快，有没有过慢，有没有一些不雅的动作等等，一切的一切就是我讲的那些表现术的方向，你有没有再去用它？你有没有用加减档？加档了 OK 推向去，肢体语言开始怎么样越来越有力，范围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高，语速越来越快，情绪越来越什么自然。各位，你有没有意识你要去觉察的有没有在运用表现术？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你有没有在聆听学员的感受？各位，这个学员怎么坐姿好像不太好了，他已经往后靠了，请问他是对我的主题不感兴趣呢，还是他觉得有些疲劳呢，还是有些辛苦了？如果不感兴趣，那就意味着我要换话题了，同意吗？或者说我在这个地方不要再深入了，是还是不是？如果他是疲劳，我要怎么办？我是不是要休息一下了，是不是？或者我要讲一个笑话让大家轻松一下，觉得有没有道理？或者我可以安排一些活动让大家跳跳舞唱唱歌，可不可以？可以。哎，你发现当你去聆听学员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资讯，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我们控制场面的方法。各位，你觉得对大家来讲有没有意义？有。我讲的话大家有没有接受呢？接受到什么程度呢？谁接受谁不接受呢？哎，这些有没有了解？我就一个一个去观察，在演讲的过程中看看谁是眉开眼笑的，看看谁是鼓掌的，谁怎么样眼睛睁得这么大的，谁看着我目不转睛的，是不是？谁是这样看我的？好，我就知道所有的资讯。哎，那个对我比较抵触的人，我就开始怎么样进行第三方面了，要确认学员的感受。请问各位朋友，你不要去点他的名。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对我今天讲的主题不是很感兴趣，也有可能我讲的话无意当中伤害到你，因为某一句话伤害到他以后他就对你怎么样感冒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你要不要进行解释？那就进行我们的第四方面，回应学员的感受。各位，我知道我今天讲的话你们可能不太认同，我不知道你不认同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猜测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第四个原因是什么，一一的去回应他，了解我的意思吗？把他给你呈现出来的感觉，针对他的感觉，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感觉和想法，有什么样的念头，直接回应给我们的听众 OK， 那就是最好的效果了。那么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场面控制，好不好？第一种场面控制，控制的三分钟空白，想不想学？想。你在演讲的过程中突然断电了，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一片空白，然后就开始干嘛？知道了，记得。这是不是很多人经常做的动作，对不对？一下子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我忘记了，不好意思啊，我讲错了，这是不是很多人的表现？是。各位，通常我在出现三分钟空白的时候，我会怎么做？问
刚刚我讲到哪里呢？如果你觉得正常，你的轻重就觉得正常，如果你觉得不正常，你的轻重也觉得不正常。知道我讲这句话的意思了吗？知道了。你在家里面，你突然你跟朋友聊天，你忘记了，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哎，刚刚我讲什么地方了？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在家里可以讲，在课堂上不可以讲呢？是因为你觉得不正常，所以就不正常了。各位，如果你觉得正常，一切都正常。最好的方式，在出现三分钟空白的时候，表现出你大师的风范，表现出你对你的信心。你要顺其自然。刚刚我讲到哪里了？我经常用这一招。那还有一种更好的方式是什么？还有一种方式也很好，你要掌声也不太好嘛。我已经讲到内容的重点了，你们不鼓掌还想我继续讲下去？对，我们郑文燕开始在这个台上有没有也用了这样的方式，对不对？还没有想起来我要讲什么，就想用这一点点的掌声就打发我。继续想，对不对？学了这两招你就够了。各位，还有更多更多的方式，以后来参加我的课程好不好？我会教大家如何处理三分钟空白。好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讲现在是广告时间，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好不好？你就那个机会怎么样休息一下，可不可以？也可以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种应变的方案。各位，在演讲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学员，有一些听众故意跟你什么找茬，明明是对的事情他就说不对，有没有可能？有。那你要怎么办呢？有些老师说你不对，那个学员说你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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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吧。打完以后报110来处理好不好？啊，我这是夸大的开一个玩笑，当然也不可能打架。但是那种内在的冲突在外在体现出来的时候，对整个的老师的形象有没有影响？对会议的举办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影响其他的学员对你的观感？会不会？都会影响到。那用什么方式呢？我用的一招很简单，我不会讲你不对，他故意反对我，我会怎么讲？请问一下，其他的朋友认为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啊？哎，我就说没有道理，不对，他讲的是假的。请问是谁讲的？是我讲的还是伙伴们讲的？其他所有的学员都说他不对，这个时候就应了一句话叫众怒难放，他们都说的不对，他还敢不敢吭声？不敢，不敢吭声。 OK， 那我还是证明了我之前所证明的观点好不好？好，很好，真的很好。各位，那么接着我再讲一讲场面控制的第三点，情绪的变化。注意了，再一次的强调了我们之前所讲的内容，当你的内容要变化的时候，你的情绪就开始产生变化。该喜的时候要喜，该怒的时候要怒，该悲的时候要悲，该恐惧的时候要恐惧，该惊讶的时候要惊讶，所有的情绪要流动起来。那么第二就是互动的变化，在什么时候你的演讲要是很流动的，一气呵成的，很流畅的，没有间断的，不需要互动的。有的时候你需要怎么样？你发现观众累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办？那轻松一点，不要一气呵成，不要连绵不断，请听众来做出互动，让听众来回答问题，让所有人全参与进来，整个的气氛就怎么样？哎，就活跃起来了，然后人就放松了。各位，这所有的一切是要什么呢？要设置的，要应变的。各位，你觉得有没有道理？不要大家你很疲劳了，你就像一个疯子一样拼命的跳跳跳。不要别人已经很疲惫了，你说各位朋友，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主题是，那底下人就在你这个声调下怎么样？睡着了。各位，所以是不是这样的？你整个的就开始怎么样？要变换。那我现在讲一讲风格的变化。第一种激情的，第二种什么深情的，第三种什么幽默的，第四种什么平和的。说什么时候平和？平和到一定情况以后，那幽默一下，幽默完以后怎么样？
哎，该要申请的时候申请一下，所有课程要结束的时候怎么样，把它推向高潮，哎，激情四射，风格要不要转换？要。那最后要跟他讲一个控制，是内容变化。各位，你到底是讲浅一点呢，还是讲深一点呢？要不要？我今天发现我在演讲的时候有很多学员听不懂，那我要换不换内容？可是我怎么在临时当中会有新的内容呢？那我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设置术。我们讲到有很多的补充部分，是不是这样的 ？OK， 是不是讲的大小结合的方案？是。那我再跟大家补充一点，你要准备很多的补充方案。你开一辆车的时候会有四个胎，后面还有个什么胎？备胎。有一个备胎。你要准备一些比较深奥的内容，比较有深度的内容，你要准备一些比较通俗的内容。你发现他觉得这个太深了，怎么样，把深的换成什么，换成通俗的浅的内容，好不好？好。 OK， 他觉得太浅了，很多人都觉得层面很高，你讲的太肤浅了，我换什么，把 data 备胎装上，换成什么，换成有深度的。各位，你觉得深了就换浅的，觉得浅了就怎么样，换深。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什么，我在演讲的过程中人家通知我时间不够了，各位，我本来还需要15分钟，只有5分钟了，怎么办？讲完它吗？讲快一点吗？你语速再快也不可能用5分钟的时间讲完15分钟的内容，对不对？好了，我之前跟你讲到大小结合的方式，其中还讲到了3个补充部分，是不是这样的？我就开始讲多少个补充部分，讲一个补充部分就够了，发现没有，时间不够，我讲多少，讲一个补充部分，如果时间够呢，我就讲3个。那有人告诉我，你的时间够，我们要1点钟才能结束，你预计课程结束是12:50的，所以你还有10分钟时间要讲，这个时候你当然可以在12:50准时结束。可是你一个真正的大师，你要体现出你的能力的话，你就需要有随时控制的能力。各位朋友，我在很多时候在很多场合演讲的话，他说12点钟准时结束，保证内容完全完成。各位，怎么做到呢？我又把我的备胎又拉出来了，增加一个什么，或者2个补充部分，但时间快到12点钟的时候，1点钟的时候准时结束。 OK， 好还是不好？好。所以要压缩时间的话就怎么样，就减掉了一个补充部分，要展开呢就增加补充部分，把你的备胎怎么样放上去。 OK， 这种方式简不简单？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各位，说出来了怎么样，就一文不值。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把一堂课讲成5分钟？我跟很多朋友讲，比如我讲招商牧师的时候，这个我的课程叫庄子的智慧，也可以叫隐藏的智慧，有的时候我5分钟讲完了，听众也是听明白这个道理。但很多时候我讲多少个小时，讲3个小时，但是很多的朋友一定没有听到我讲2个小时的，2天的吧。各位，我可以把一个故事讲成什么5分钟，我也可以讲成3个小时，1个小时行不行？也没有问题。我还可以把它讲成2天。我怎么做到的？增加减少，增加减少，增加减少，很简单。我把我的主体框架我可以压缩一下，就好像你这里有一栋房子，有1000平方，对不对？我可以决定建1层，也可以建10层，可不可以？可以。我本来要建10层的，但我材料不够用了，我怎么办？我就建9层。我本来要讲10个主体框架的主体部分的，但是我接下来我讲9个，可不可以？8个行不行？7个行不行？我本来准备在这一层楼做20套房子的，但是我材料不够用了，我可不可以建10套，做10套房子，可不可以？我本来要讲3个补充部分的，因为材料不够用了，时间不够用了，我可不可以讲1个部分？可不可以？可以。可以的，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是。演讲是内容的调整与变化，其实跟你建房子是什么同样的道理。各位，一不小心我们成为了建筑工人。各位，成为大师的最后一个阶梯，第5个阶梯，又要回到之前我一再强调的内容，不断的成交。真正成为一个大师，你首先得有一种习惯，就是至少成交已经成为了你的一种习惯，你随时随刻都怎么样做成交。有很多朋友跟我吃饭他就受罪了，
我拼命的劝他酒，他左一杯右一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喝醉了。我住在山东，他们喜欢搞酒文化，什么主六副，那就主陪六杯，副陪三杯，结果不管主陪副陪，我全让他喝醉他。各位，我东一个理由西一个理由全把他们成交掉了，他们又没有办法拒绝。你要学到如何一对一成交的方法，请参加我的金牌课程的金牌营销，好不好？好。最后时间又打了一个广告。成交是一种本能，就好像你冷了以后想盖被子，你热了以后想要吹空调，饿了以后想吃饭，口渴以后想喝水。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吧？你讲到某一个地方，你就会本能的做什么？做成交的动作。你要成为一个大师，是要把它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一种本能，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一种职业，一种职业。成交是什么？是你的职业。你跟你的孩子沟通要成交，跟你老婆沟通要成交，跟你哥沟通要成交，跟你父母沟通要成交，跟你领导沟通要成交，跟你员工沟通要成交，跟身边任何一个人沟通都要成交。谢谢大家。